再来讲有受苦无？有受苦无啦？无啊，因为伊的身体已经改变啊。伊即马若食着肉，你就知影伊的总病数对无？好、哦，他身体已经改变，所以食菜对伊鱼来讲有受苦无？无受苦啊，伊阁食到足欢喜的。哟，伊讲，无说你知影香菇是甜的无？啊，香菇是安那是甜的吼。哦，伊拢食到迄个菜，迄个水好的甜的味。哦，我著食无啊。哦，我著爱食肉。哦，看下这，我这个咧，大家唔知道有听清、听有意思无？吼，听迄、那个知影迄个意思无？就是讲，对英语来讲，食蔬菜这件代志，并唔是受苦的代志。因为伊的性命，伊的身体已经安那转换，适合吃菜，而且吃菜是高兴的事情。啊，不过呐，对咱家的吼，介意食肉的吼，即马干那会当食菜，就是一件足痛苦、痛苦到至极的代志。啊，不过咱呐，一礼拜食落，一个月食落，一冬食落，三冬食落，食到尾啊！食菜会变成一件苦事吗？我们渐渐就认为，吃素是一件自然、正常又愉快的事情，会不会？还是这三年你还是很痛苦？我只是给你被夹吧，也有可能啊。好，那你这三年就很痛苦。各位兄弟，你是一个痛苦的基督徒吗？咱本来是照这个世界的价值，对哇？咱本来是已经习惯这个世界的做法、看法。你若甲我硬，我就甲你安那，我就甲你嚼，吼、哦、吼、哦。你若甲我拍，我就安那，我就甲你斩。你最好唔通得罪我，我给你安那记住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啦？你如果习惯这个生活，习惯这个想法，即马叫你得爱仇敌。你总去弄饼，会不会？好，基督徒，咱要照上帝国的生活来活，是真实是一件痛苦的代志。所以卖跟我讲，哎呦，牧师啊，你大家拢讲哦，咱基督徒爱受苦，受苦是正常啊。啊，不过当咱的生命转换改变了后，虽然四周的人认为咱在受苦。唔过，咱家己知影有咧受苦无？无啊！这个时候，假苦那咧假报，假报咧，是不是？哦，我们的生命已经改变，我们那个本质已经改变了。全世界的人拢当作咱咧受苦，唔过咱知影咱无咧受苦，咱甲上帝的关系是足亲密的。哦，我们的生命也改变了，哦，好得无比。哦，这是保罗介重要的观念。看下这，讲下故，现在才要讲今天讲到的重点。所以保罗伊讲啊，我安尼甲恁教示，唔是讲我已经得到啊，已经完全啦。我比你们懂那么多，你们以为靠肉体会当甲上帝建立关系？唔过我只要甲你讲，唔是，是独独靠耶稣基督。啊，唔过你靠耶稣基督称义了后。你就要去做这些水的事情。哦，保罗很厉害啊，他说，不过我虽然比你那么厉害，比你们都清楚这些事情，不过没表示我已经怎样，弟弟啊，我已经都完全了。我只是想要，这句话很难解释，我只是想要弟弟基督耶稣，所以弟弟我的。哦，会翻成这样子，是因为他希腊文就是写成这样子，所以有人会说，那这个意思是不是是说，我要去得到基督耶稣爱我去得到的？意思是没错，可是保罗不是在写这个，保罗的是在写意思是说，耶稣基督已经 take hold， 已经得到我了， took hold 得到我，就是我的。上帝的眼中看起来已经是一个称义的人，是称义的人，是一个完全的人啊。啊，不过我是不是
我本质上是不是一个称一个艺人？敢是？不是啊，我是绿豆啊。你是有在听无啦？就是说，伫上帝眼光看起来，我是一个正义、吼公义的人。啊，毋过我事实上是毋是？不是啊。可是耶稣基督已经得到那个我了，得到的那个我是一个正义的我，所以伊嘛爱我，去努力的活出来，就像是这一个正义的我。就是这句话的意思。好，就是我要得到耶稣基督会当得到我的，是指这个意思。好，所以说哪被安尼做的话，来这一句就是大家耳熟能详，连非基督徒都有听过的一句话了。就我干呐，有一件代志要做，就是安那，未记之后面的事，地头前，阿要按迄个叉的标。还用念的，嗯，所差的标来走，好、哦，这句话吼，咱基督徒常常有错误的应用，好、哦，比如说，咱有做做牧师伫监狱探访吼、哦，啊，然后做监狱的事工，就会跟那一些咱监狱的弟兄姐妹鼓励，鼓励什么？说你们要怎么样？我忘记背后。然后呢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林恩鬼做什么歹代志，拢搞安那？一笔勾销，就忘记了，就当作没有。要努力前面重新改过自新，做一个好人就好了。嘿，安尼有没有很鼓励？有无啦？不错吧？好、哦，陈世豪以前做的坏事都可以一笔勾销，还蛮寡欢喜耶。偏偏保罗的意思不是这样啊，保罗也忘记背后的，未记这后面进前做的代志是什么代志？是好的代志呢？是我比恁较敖的代志呢？是比恁不管是协同，不管是文化，不管是学历，不管是我的热心，不管是我的行嘴，拢比人较好呢？唔过保罗啊，甚至是我对这个信仰的透彻也赢过你们呢。啊，唔过保罗要讲是甚物话？就算我头前表现遐尼好，我要未记起我后面进前做过代志，我要低头前，就像空白的纸，我要努力我前面的，我就向着一个目标直直走。我现在吼，我即摆嘛五十几岁啊吼，啊那不时就会去甲人开讲，就会开始讲啥物代志，哈，啊，讲阮演过安那，阮少年的时阵嘛是安那，吼吼吼，像陈慕林就说，陈慕林阮小女儿很会运动吼，他就说他跳高怎么样。你爸爸演过嘛是跳高第一名，你知无吼？哈、哦，亲亲有这款感觉吼、哦。当咱呐开始咧想讲吼，阮进前吼，我嘛是不止啊厉害吼、哦，我的表现吼，偌好都偌好吼、哦，我做过啥物代志很有功劳，安那安那，讲落的时阵吼，你就停落来啊，你知无？吼、哦，咱若讲落想落吼，咱的。动作，咱的行水，我们就停下来了，我们就慢下来了，然后就开始怎么样？我开遐搞啊，哼，好、哦，保罗说不要啦，爱袂记起你后面才做过才会好诶，你赢过别人诶，拢甲袂记起，地头前的事，好、哦，用迄个所差的标来走来跑走。保罗没有讲你之前做坏的事情该怎么办，你之前的罪恶邪恶的事情该怎么办，保罗没说。啊，不过如果照我们的观察，照我们的经验，如果我们忘记，我们如果不记起我们之前做的坏事情，其实会怎么样？
人只是会再犯而已啊，信不信？好，咱若无甲咱不堪、未堪的代志，藏伫心内，真做提醒，咱是最容易会阁做一届，会阁做一届的。所以保罗的教导，伊毋是要叫咱袂去做进前做的歹，地头前的事，毋是。伊是咧讲的是，伊进前虽然遐尼敖、遐尼好，啊，毋过伊要甲放好袂去做，伊干那要地头前的事来走呐，那尼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断章取义圣经的话，然后就做出一篇蛮好的教导啊，可是要小心，其实保罗伊本来意思不是安尼，伊本来意思是更加深、更加宽、更加感动人、更加水的提醒你呀。咱是不是常常去缅怀的过去的攻击？遐个好，遐个水，啊，总停落来。各兄弟，每年是高等教会要庆祝几档啊？几档？60周年，一甲子呢？其实是不容易啊，是不是？虽然咱台湾百几档的教会嘛是有，好、哦，咱长老会伫只150档啊，好、哦。不过60年是一个。最人的心血，最人的付出和奉献，才能真多咱即马咱所看到的高等教会。咱要纪念，咱要好好啊来做一个庆祝，这个都是好的。啊，毋过千万毋通因为安尼，咱总安那，总停落来，总慢落来。因为头前所查迄个表，也阁是伫遐，咱在地头前、眼前的路，在好好啊去行迄个路。转来看保罗，伊所对家己的勉励，伊讲伊要认捌耶稣。伊要清楚耶稣的救我的困难，伊讲伊要甲耶稣做伙受苦、死，啊，毋忙，买当甲耶稣做伙对死内面救我。看下这个会不会有没有曾经是咱所熟客的？伫咱真侪基督徒的历史，真侪基督徒的性命。的经验里面，我们有没有曾经亲像保罗安尼去思考过？讲我要亲像耶稣基督安尼来死，来受苦，来死，来割我。咱这个基督徒，无论咱是第一代，还是五六代，无论是打真侪洗礼真侪基督徒，还是已经。安尼40、50、60档的基督徒啊，各位兄弟，我们是不是有亲像保罗安尼的时刻，讲我要认捌耶稣，然后我要去深深去抓到迄款的割我的溃烂，那个大能，我要跟耶稣一起受苦，一起死，一起复活。这个是不是咱基督徒念之在之的一个心态，甲一个概念？那无的话，各位兄弟，咱最容易走去好多我讲的两个极端。一个极端就是，其实你对咱对咱的地球是无把握的，所以我们很努力的想要靠咱家己的气力做一寡代志，好让。咱家己心内较平安，当作一个慰藉。主啊，因为我已经做这些代志啊，所以我才要上天堂哦。一个极端，另外一个极端，可能我看到的更多的就是啊，我已经得救了嘛，无你无事是要叫我创啥物？哈、啊，
我已经得救了，你还要我干嘛？看这，回来保罗所讲的提醒，保罗伊所教示的，咱认捌耶稣基督，咱要亲身知影，这个耶稣基督跟我的能力是对得来，咱要学习效法耶稣基督的受苦、死、加跟我，这是一世人。咱一世人去操吹，去打拼，啊来实证的。即便保罗自己也讲，我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。连保罗伊拢安尼讲啊，我唔是因为我已经得着，我已经完全了。何况是我们，唔嘛，咱拢只会。当心沙邦詹用迄个标来抛照，保罗所跑过的，咱嘛爱照。一直到保罗死了，这里是腓立比书，一直到提摩太后书，保罗细进前伊所讲的是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怎么样？已经怎么样？打胜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啦？哈，打过了，哎，有赢无？无一定嘞。嘿，这不是重点嘞，赢不是重点嘞。不过就是讲，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那美好的仗我怎么样？我打过了。其实上帝嘛是干那要看咱是不是有认真，是不是有坚持，是不是有去做安尼那尔。至于我们是不是胜了，根本不是重点。所以各位兄弟，好不好？让三帮战、三夫妻、三支旗，咱做伙来跑走，用迄个所差的标。有人跌倒，咱就停下来，甲扶持扶起来。有人分担，有人退后，忍心，咱就照顾，咱就甲救起来。因为这是爱跑走的路，咱不一定会得到这个世界讲咱赞，啊，不过咱要得到的是上帝讲咱赞，咱当心来祈祷。至圣的杯，阮真正对保罗伊信仰的反省，看到阮家己软弱的所在。看到阮家己损失、失措的所在，帮助阮。阮若明白的话，阮若认同的话，帮助阮。伫阮每一工的生活，阮着照实来行做。虽然有当时啊，阮失败；虽然有当时啊，阮失志。啊，毋过阮拢毋通放弃，拢帮助阮继续坚持，用迄个所差的标要来跑走。啊，这毋是干老阮个人一个人在走，阿爸求你，互阮知影，阮是一个信仰的群体，阮是做伙在跑走。伫过程中，阮学习三帮战、三扶持。甚至是三责备、三提醒，要伫这个过程领受你的疼甲稳定，嘛经验兄弟姊妹中间的疼、温柔、甲慈悲。感谢你甲阮劝做伙，插同款的标，互阮来跑走，当心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即马来唱。